欢迎来到肖战 News Center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大家不要错过当天肖战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近日，网上围绕肖战作品，特别是《藏海传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的爆料层出不穷，其中就有知情人曝光《藏海传》导演郑小龙超级欣赏肖战，在探班的时候听到一些风声。导演郑小龙对肖战的评价非常高。值得一提的是。 知情人给出的情况是，肖战在郑小龙眼里是胡歌和王凯两大顶流的结合体，沉稳又带有一丝灵动，演技也属于顶级，实力出众。据知情人曝光，藏海传导演郑小龙超级欣赏肖战，在剧组探班的时候给予肖战超高评价，认为肖战是王凯和胡歌两大顶流实力派演员的结合体，沉稳又灵动，演技属于顶级，实力这一块值得信赖。 对于肖战来说，别的不敢说，肖战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演员。出道至今这么多年，肖战带来过无数多经典角色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并不关注和谁比较，肖战就是肖战，是小飞侠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在肖战身上，确实有非常多闪光点和优点，专注度高，待人真诚，拍戏负责严谨等。 这些都是肖战成功的主要因素，也是我们大家学习的地方。总之，祝福肖战！这段时间，肖战作品的好消息层出不穷。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官宣全球同步上映，新剧场《藏海传》更是神秘大咖陆陆续,续续加盟。肖战发展状态极其火热，作为粉丝实在是太开心了。肖战越来越好，前程似锦。感谢您观看影片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以支持我们。